你的烂脾气要给我，最好给我改一改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么用心，有时候事情当然意见不合会吵架，可是到最后我是不是都会听你的意见？你怎么要求人家改？算了吧，不要浪费时间讲这个。对啊，你改早就改了。哎，你这样，你给我闭嘴好不好？我在好好跟你沟通，你一直说我不会改，我很认真在跟你讲。你这叫沟通吗？我在沟通啊。你才闭嘴好不好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讲的话人听得下去吗？人。我挂掉。哟，哎，小心一点。在干嘛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在运动，我在运动。我在做运动。你小队友吧。老婆，老婆，快睡着了。还好还好，没事。哇，太紧张了，还要装运动，满头汗。这边有一个盒子，其实我从来没有打开过。到底有什么？还真的有东西。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发光啊！好。确定了，这就是这次其中的战利品，我来把它收起来。以我对我老婆的了解，她的宝物绝对不可能只有一样，所以我们来更衣室看看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有很棒的东西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情人节快到了，也许我可以好好利用它，把自己打包成礼物送给老婆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喜不喜欢。哦，哎，啊，我们赚钱就是要老婆我别别嘛，开心嘛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注意到这边有一个保险柜？果然被我们找到了。这个是只给特别的贵宾的礼物，被我找到了。找到这两样物品，看起来真的非常贵重。贵重到我不知道要被学生打多少拳才能够换来这个价值啊！有，今天两个战利品，希望不会被他发现，要帮我保存好。我回去继续假装没事了。门卫上锁。拜拜。没有没有没有人没有人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要等你东西。厉害了，带了东西啊！有这两样，先给我瞧瞧一下。然后待会儿再跟老婆理论一下，你为什么买这些东西？老婆如果觉得说我买怎么样，是我这些都要呛出来了。嗯，就呛出来你就帅了啦，来，立刻来看看，来来来，请到这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普马的球鞋，然后它特别在你有钱买不到。我有去查过，他就是给全球限量，然后他觉得特别的艺人啊、运动员他才会送，然后他都不舍不得穿，因为他的那个鞋但是很漂亮。跟他一样，但是我是有一箱。对，但这个很美，贵吗？舍不得拆，贵吗？我有上网找过，但是好像没有价钱，所以买不到。我觉得是最珍贵，因为买得到的东西就还好嘛。OK， 旁边这一条，这个是他们家族的女生之前长辈送他们几个，哦，都通通一条钻石项链。你看还有这意义？哎啊，这个是他特殊意义要收藏的。等一下，你觉得那个旧烂，你要把它丢掉啊？为什么？还是你讨厌他的家族？没有，今天要拼就要拼到底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打电话过去跟他理论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乱买？我北北买这些东西我不喜欢，要把它丢掉。对，好吗？如果你三个都有完成完全的新的讲完的话，正冲每一次都不能漏哦。你如果完成的话，我们会送你一个你要完成的愿望。好，好吧，好来，他的愿望是这个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愿望啊啊，阿内诺，你就去，你就去看就好了。卑微哦，买双名牌潮鞋就，那你就去买啊。哎，这没什么愿望吧？这是什么愿望？过了不好，因为我们去看过一般的，然后我们想看 IMAX， 可是宇柔最近很忙，那我也不希望他工作完了身体很累，你自己看呢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这一定要陪老婆去看。哎呦，这么贴心哦！好，那那那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打电话了。好，来，我交给你哦。去了，去了哦。喂，喂，嘿，老婆，你在干嘛？刚煮完饭。刚煮完饭。哦，你等一下会吃点东西吧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你最近都为了要保持身材，饮食都很严格啊，都没有好好吃饭。像我都有帮你做一些饮食规划，然后你都不好吃，然后也都睡觉都很晚，所以我觉得你都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身体，都不听我的话，这样我蛮难过的啊。
所以你等一下会吃点东西，我会比较放心。但如果你再不把我放眼里，我就去照顾别的女人。我刚好吃点药，现在头脑不太清楚。对，但是你都不听我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为了你好，给你建议，你都没有好好听。你要照顾别的女人，我蛮想看的。我学生啊，学生，我学生，我很多女学生嘛，她们都在做减重规划嘛。你都不听我的，我就去帮他们做规划，不照顾你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啊。而且我快出国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自己照顾自己，不然我在国外也会担心啊。你从来不听人家讲，不要人家听你讲话。我都听，我会听你讲话，怎么会听你讲话？你听得到人家讲话，不要笑死人了，好不好？我当然听得到啊，对不对？你脾气那么差，你的烂脾气是不是要改一下？对不对？我脾气算很好了。对，我都。你才是罪魁祸首。对，我们都。你生活都过不好，我是嫁老公，又不是养儿子。对对啊，你的烂脾气要给我最好给我改一改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么用心，有时候事情当然意见不合会吵架，可是到最后我是不是都会听你的意见？你怎么不学人家改？好，那我会改嘛，好不好？那你也改一下嘛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会改的，六年都没改，你改了那一天，跟你讲，真的世界末日。我改一下嘛，那你也愿意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嘛。算了吧，不要浪费时间讲这个。对啊，你会改早就改了。哎，你这样，你给我闭嘴好不好？我在好好跟你沟通，你一直说我不会改，我很认真在跟你讲。你这叫沟通？我在沟通啊。对了，你这叫发牢骚吧？我只是跟你说我要出国。你打过来噼啪跟我讲这么多，没关系。然后这叫沟通？因为我有病吧？我没有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给我闭嘴好不好？我在认真跟你讲。你才闭嘴好不好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讲的话人听得下去吗？人。挂掉！啊，这么杨医师也太没面子了嘛，丢人丢到家了啦！你怎么会停住了？你被你丢我们皇家的脸！可是我三个都讲了，有讲，但是你有改啊，你有改啊 ！Hello， 你要讲呢？嘿，你给我闭嘴好不好？你那个语气要注意，烂掉嘴，给我改一改。那怎么会？那怎么弄？一点作用都没有。黄医师，你刚刚这个你看得下去吗？啊，其实我们都很卑微了哈。先打预防针。那我们今天才会来这里啊，各位。也对了，这个是互对了。本席判定失败。失败，大失败。这样子，丢掉。他们把它丢到垃圾桶。哎呦，你这个我就烂了。No， 我讲这个，这个让柔看到你事情大条。哇，丢掉没办法，你好厚道。丢啊丢啊丢，那要不然怎么办？丢咯。哦。对啊，这个也丢啊。哇。黑啦，岳母，雨柔的家族们，不好意思，我会买一条新的。Diamond 呢？你今天晚上来住我家了啦？对，有谁可以收留一下？